是水稻呢？徐德伟放烟火放鞭炮破大会纪录32秒50。前面的排名都不是排名了，好嗨哦！第四水稻的曾义祥35秒60已经窜升到了大会纪录第二名。第四水稻的林佳佑大放烟火大放鞭炮再破大会纪录28秒94，也是三十秒纪录28秒94。记录啊，比许新阳快了9秒12，比林颖乐快了4秒81。运动会第四季18位男选手在50公尺游泳啊，包括了刚刚报告了前5名，那第6名的夏普阳，还有第7名的张家生，总共7位破了男子组许新阳保有的旧的大会记录，非常惊人。对，整个大会记录整个洗牌了。比赛开始，邓翔出发，最后的10公尺，许德伟有没有机会破大会纪录？最后的冲刺，抵达终点，许德伟。第四水道呢？许德伟放烟火，放鞭炮，破大会纪录，32秒50。前面的排名都不是排名了。先跟大家报告，已经是破了男子组徐新阳的38秒06的记录，快了5秒56，他甚至破了整个大会纪录，也就是林颖乐保有的33秒75，快了1秒25。好，这组的比赛开始，这组的竞争非常的激烈，张家生还是郑义祥，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抵达终点。组整体都游得不错，对，姿势上、动作上其实都是不错的。尤其是率先抵达终点的那几位，他们的泳姿其实看起来其实都很水平，非常的有效率在前进。在男子组啊，第二分组第二水道的林志宇56秒97，第三水道徐伟泽53秒27，第四水道的曾义祥35秒60已经窜升到了大会纪录第二名，第五水道的汉之是43秒91，第六水道张家生36秒34，也非常亮眼啊，第七水道的子贤是39秒34。是观察的是第四水道的林佳佑，曾经在前中域拿过200公尺自由式金牌的选手。我在第三水道的于晨曦也是追在旁边。林佳佑这个速度真的非常快，一转眼睛游了一半了，只剩下最后的10公尺的冲刺。他的还手可以是林佳佑。男子组第三分组的成绩，第二水道的林辉煌65秒78，第三水道的于晨星33秒21，第四水道的林佳佑大放烟火大放鞭炮再破大会纪录28秒94，也是28秒94。记录啊，比许新阳快了9秒12，比林颖乐快了4秒81。至于呢，第五水道的歌舞孝泰35秒22，第六水道的曾玉佳51秒整，第七水道的梅贤志是54秒22。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18位男子选手的前5名的成绩，第一名呢就是林佳佑的28秒94，第二名是许德伟的32秒50，第三名是于晨星的33秒21，第四名呢是歌舞孝泰的35秒22，第五名呢是曾义祥的35秒60。给大家一个参考成绩，我们的全国纪录。吴俊峰水稻速男，他的成绩呢是22秒21，而且他是从跳台上面出发的，所以可以可见我们的林佳佑的成绩是不是非常的惊人呢？而且全运动会第四季18位男选手在50公尺游泳啊，包括了刚刚报告了前5名，那第6名的夏普阳，还有第7名的张家生，总共7位
破了男子组徐新阳保有的旧的大会纪录，非常惊人。对，整个大会纪录，整个洗牌啦。好，男子组的部分呢，首先呢要谈到的就是许德伟啦，先破大会纪录的德伟。好，我已经听到有人比较快了，但我能拿到那五分钟 MVP， 我觉得值得了。但你来测试之前，你知道林颖乐的那个女子组的大会记录？哦，其实前面一二三季的时候我有看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兴奋了，我觉得我可以破这些记录，我真的是要给他突破。是我从一刚开始就是其实就目标抱着，目标就是抱着要破纪录的。那果然呢，真的是破了大会纪录啦，非常棒！一山还有一山高，真的就是五分钟之后，林嘉佑。报告一下，林嘉佑真的是突破太多了，游进30秒之内，而且是28秒94。哇，他是比男子组的纪录旧纪录徐新阳快了9秒12，哎，9秒12都可以吃掉一个饭团吧。另外呢，比那个遥不可及的林颖乐的纪录也快了4秒81，足足。嘉佑来聊一下，就。其实今天28也是我还没游过那么快，最快是之前有就是测试的时候29，所以我今天也有点吓到，然后我前面很紧张，因为我觉得今天好像没有睡饱，所以我前面都笑不出来，然后我就不太敢帮大家加油，我就一直在专心的就是准备这样。真棒！我其实也没有想到，就是自己还有办法站上那个运动场，对，然后就是很感谢全明星，就是相信我这样，谢谢大家。